大家好，本期讲解一个搞笑表情包私域高利润玩法，零基础也能日入200家。搞笑表情包之前的玩法一直都是通过引导粉丝，然后通过抖音壁纸小程序看广告或开会员的取图赚取收益。这种方法转化率是不高的，而且你的作品需要很高的浏览量才能挣到一点钱。不如我们直接引流到私域，积累微信好友，即使在微信转化不了，我们也可以方便做其他的业务。对于喜欢这种作品的粉丝大多都是年轻人，可以分享两个转化较高的品分给大家。这是整个的课程目录，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课程，包括这个项目的介绍及准备工作，还有怎么做原创作品。最后一点是私域变现，如何变现。大家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还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搞笑表情包啊，或者是搞笑表情包私域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